你好，今天是这一个系列的最后一集。那么啊，你好，你好，我们聊一聊这个抑制宗教的这个问题。就全国范围内啊，现在我们能看到，中共对这个宗教加大了这个抑制的程度。啊，他现在是无论什么宗教，其实他都在压制你，有一些好一点，你比如像苗族，是吧？他那个信的神比较多，山神、树神，是吧？蚩尤，他啥都信啊，这个问题还不大，对他没什么影响。那么相对集中的，政府现在主要压制的是什么呢？是藏传的佛教和流行于西藏本地的本教，就本教的信众，大多数情况下，同时他也是佛教徒。那么像傣族他们还好一点啊，他们信仰的是那种小乘佛教，因为与周边国家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信仰相同，所以呢，他们没有受到太多的遏制。那么基督教当然是首当其冲的了。其实在中国呢，我们一直认为佛教徒是最多的，就是政府公布的这个有宗教信仰啊，大概差不多有30%算是有宗教信仰的，其中有15%或者16%呢，就政府公布的是佛教徒。那么其他信仰在中国范围内，你包括这个基督教，是吧？他给你这个天主教、新教啊，夯不啷当给你捆在一起算，大概占一半。然后这个穆斯林呢，就目前公布的这个信众啊，其实很少，只占几%，对吧？因为他现在政府公布的这个数字，才2000多万的这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而且这个里面还分新教、老教、好三台，是吧？它里面分了很多种。我们目前看到的最集中的呢，一个是对基督教的压制，一个是对藏传佛教，还有一个就是伊斯兰。西藏问题呢，它属于在信仰问题上啊，它属于这个历史比较久远，或者说在国际上获得的呼声比较大啊。他们有一个著名的品牌，就是达赖。目前我们看到的呢，就达赖始终给人一个正面的形象，他只是要求中央政府开放对民众信仰的管制。他并没有其他特别的主张，或者说他晚年的时候他已经放弃了原先曾经有过的一些过激的主张，所以呢，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他的影响相当大，比其他几个被抑制的这些宗教，他的影响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中央政府呢一直在说他背后有英国和印度的支撑。所以呢，这是一条高压线，跟那个法轮功差不多，就是让大家不要碰它。所以国内对藏传佛教的问题不太关注，可能也是在这儿，就是政府呢把它摆在一个与国家分裂相并行的这么一个高度上，所以很少有人愿意碰它。那么基督教就不同了，一个呢，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从这个朱镕基搞的这个所谓的改革以后，从东三省，它出现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而且最近呢，又老是提出来这个梵蒂冈有可能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这么一个突破。就天主教在中国的信徒呢，
现在已经不是很多了，就我们或者说把它称之为叫一半，甚至一半都不到。就中国现在爆发式的增长的基督徒，他往往是新教的信徒。至于是新教的哪一派，这谁都不知道，对吧？因为他太多了。因为现在中国基督教出现的问题在哪呢？中央政府在遏制它，完了之后它的发展属于野蛮生长。你不管是在东北的乡村，还是在河北，是吧？内蒙、江苏，就它不管在全国哪一个省份，现在它的信徒主要是由地下教会构成的。那么地下教会呢，它又分天主教地下教会和这个新教的地下教会。天主教的呢还好一点，是吧？基本上教义上相差不大。新教的派别就很多了。这个我们知道，从宗教改革以后，新教出来的这个分裂出来的这个教种几乎是你分不清。其中有一部分新教的这个教义，它除了不认教宗以外，它跟天主教是没什么区别的。很多人并不能把它分清。那么中国呢，东正教的这个传承并不是很大，主要现在信仰基督的人以新教为主，就新爆发的这些增长，是吧？你从这个东北下岗以后，是吧？下岗潮以后，完了之后呢，东南沿海的一些新增加的教民，他甚至能达到在很多地区，所谓的地下教会外来的这个教徒，他能达到90%。就这种统计，在抽查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就出现了很多这种情况。而且呢，2014年浙江在全国带了个头，他搞了一个什么呢？搞了一个这个宗教建筑规范，他要求所有的教堂不能在教堂以外，或者就教堂的这个房顶上挂十字架。那么，2016年呢，国务院法制办报送了一份这个宗教局提出的宗教事务改革草案。那么，因为有这两个条例，所以现在全国范围内都在援引这两个条例，对各个教堂实行这种关停并转。尤其是农村，它相对来说让你集中，是吧？一个乡可能以后只容许一个教会。政府搞的这个三字，是吧？你到了他那个教堂，是吧？墙上有可能他贴的这个八荣八耻，是吧？包括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你到了那种教堂，其实除了让你唱那种国歌以外，是吧？唱颂扬共产党的歌曲以外，基本上跟政府的俱乐部就没什么区别了，啊，所以呢，中国这个问，就是基督教的问题，目前是最轰动的，但是它的信众还不是很多，目前政府公布的大概是5000万到8000万之间，那么民间呢，或者说外界对它的猜测，据说有2亿了。啊，但是佛教徒呢，政府公布的是1.8亿，就2亿不到。那么也有人比较乐观的啊，因为佛教这个东西你真的不好说，是吧？中国就把佛教搞成这样的，可能除了中国没其他国家了。民间有传闻说中国的佛教徒啊，至少得有3个亿，是吧？但是呢，你从这个佛教徒，包括这个少林寺，你说。前两天呢，开始升旗了，是吧？升国旗了，估计下面得唱国歌，是不是成立党支部？不知道，是吧？你这种佛教，尤其是在乡村，其实中国被迫害的这个宗教呢，相当多，尤其是以佛教为主。就我们经常见到乡村有一些这个庙，就寺庙，它正在盖，就农民集资的，就它以农民集资的名义啊。然后完了，跟这个宗教事务管理局去申请，啊，就相当于开户是吧？你申请一个账号一样，完了以后他找和尚来这个主持，主持完了以后干啥呢？收钱是吧？收香油钱。
完了以后谁建的庙谁分钱，他把这个东西已经做成一个买卖了，就这个东西啊，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了。你说中国古老的乡村，尤其是这个田间地头，你有一个土地庙，是吧？哎，这个属于比较原始的信仰啊，它比较真实。为什么呢？你供俩馒头也行，是吧？你供点水果也行，是不是？你不管供什么，它这个东西你是真的，你觉得你比较信它，啊，你没事你拜一拜，是吧？遇到节气了，遇到什么事儿了，你拜一拜，好歹呢，你还是一个信仰，还是一个寄托。它往往这个寺庙就不一样了，现在不管什么寺庙其实都差不多啊，其实都差不多。而且中国有很多就是我们知道的这种伊斯兰的这些寺庙最近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呢？政府它要扒掉它，要拆。现在好像不拆的这种洋葱头，因为我们分不清，懂啊，很多人他不是信教的，他分不清。那个你不是说发现一个洋葱头它就是这个伊斯兰教，不是，它有的可能是东正教的教堂。考虑到东正教的大牧首在俄罗斯，所以东正教目前在中国是最安全的，对吧？你说你信仰东正教，哎，短时间内估计还真没人去收拾你，是吧？啊，他考虑到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他这种相互依赖，是吧？共存共荣的这种关系，现在也是双方可能都是属于那种被国际制裁的，同病相怜，是吧？这两天也开始搞那个演习了，是吧？俄军可能是冷战以后准备进行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邀请了中国军队。那么你看现在这个全国就是号称要去拆这个清真寺的很多，就这种热点其实已经有很多回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看到一个被拆的。是吧？这个穆斯林的动员能力确实比较强，强到哪儿呢？俄军厉害不厉害啊？厉害不厉害这东西不是我说的算，是吧？他有很多武器要通过实战才能检验。俄军的武器呢，现在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能进入实战的不是很多，前几年有过一些革新，是吧？但是他主要还是靠吃老本，所以这个东西没办法。那个穆斯林这个东西呢，它跟普通的这个宗教不一样，它的召集能力相当强。强在哪儿呢？它不是说它的信众有多么勇敢，是吧？多么的无畏，不是这么回事。它主要的召集能力来于它的殡葬习惯，是吧？它一般是当天死当天就埋了，是吧？挖个坑L 型的，是吧？挖个孔洞，是不是？把浑身毛剃了，完了之后白布一裹，给你直着下去，完了横着一躺，上面一覆盖，是吧？土一盖，没了，这仪式就结束了。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参加这个葬礼的人一个人发把伞的，是吧？就结束了，就这么简单，对不对？所以呢，从人死，你比如说有的人他下午死的，是不是？他黄昏日落之前他就得葬，所以你能给你亲友送行的时间很短，所以他集中相当相当快，是吧？他一听说哎谁谁谁死了，马上就围过来了，是吧？哎，给你出殡，是吧？送葬，他觉得这是几千年的这种传承，就他的文化中有这么一点，所以呢，你在全国范围内你都能看到。凡是你要想动一个清真寺，四面八方围过来上万人，甚至几十万人都有过，很短，就几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人就集中了，乌压压一片。中国其他宗教的信众没有这种及时召集的这种能力，没有，没有训练过，是吧？哎，人家这种它是属于常年养成的这么一个习俗啊，其他。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太可能出现，就中国没有这种可以跟它相提并论的这种召集能力。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中国信这个道教的呢，哎，现在确实有不少啊，有一些甚至跑到山里去，
休息，是吧？据说放弃了一些比较优渥的生活，是吧？他准备让自己进化，是吧？要成仙，你这东西没辙，是吧？信道教的人呢，确实很费钱啊，你不管他信什么东西，对，他这个动员能力比普通部队都要强，相当强。这你身边如果有回民，其实你问一下你就知道了，大多数情况下全国都是这样。那个说白了一句话，中共现在目标主要针对的是伊斯兰教，是基督教，是藏传佛教，主要就是这三个。今后呢，这种压制可能会越来越厉害。我们知道穆斯林他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像前些年那么引人注意，就中国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这个穆斯林信众，他现在热点地区在新疆，新疆主要是维吾尔族，是吧？然后完了以后呢，中国的信众更多的其实在内地，是吧？你包括这个青海散干，是吧？它比较集中，完了之后内地呢，几乎每个省都有回族。如果说伊斯兰的问题要爆发，它的点不一定在新疆，极有可能在散干。昨天还是前天，我们看到一个陕西冷娃把一冒充黑社会的给捅了，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真正敢杀人的是不叫唤的，他一旦出事就不是小事。新疆历史上发生过一些小规模的骚乱，散干不是，散干出现的都是大规模的屠杀。那么作为回族来说，他把他们称之为叫什么呢？叫殉教者。所以今后中国的这个重点，不要老是盯着新闻说是新疆，新疆不是，真正要出事儿，极有可能是散干而不是新疆。那么藏传佛教呢，相对来说就没那么讨厌，首先他的人少，是不是高原反应？你说外面有两个信众，你跑到西藏去怎么样怎么样，不太可能，是吧？你能长期待在新藏吗？外乡人除了艺术家就是疯的，是不是啊？你说再有什么宗教热情，你跑到那鬼不圣诞的地方，那地方能养活的人本来就不多，是吧？西藏本土他也没多少人，而且他也不是都信这个藏传佛教，他有些人他很固执的，他在信着他自己的本教，对吧？哎，历史更加久远，对吧？所以呢，西藏这个信仰的问题一直被热炒，但是它成为热点的可能性很小。基督教呢，目前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相当吸引火力，是吧？中国的基督教现状，尤其是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常能看到拆这个教堂的十字架，不仅拆，而且还放火烧。中国的基督徒呢，在这个宣传上做得很好。你看，每次一进行暴力强拆、拆教堂、烧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你看到所有的视频上70%出现的都是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是不是？哎，你看他在那儿唱哈利路亚，他在那儿放那种视频，公安也没办法到他，是不是？都是女同志，是不是？那城管也好，公安也好，哎，他们也在拍照，生怕出点什么故事。完了之后呢，基督徒也在拍照，向全世界发送。所以目前呢，中国政府在处理基督徒的问题上，他同时采取了这个两步走的办法。一边他去联系这个天主教，试图跟天主教达成勾兑，是吧？跟梵蒂冈达成勾兑。一边呢，他在拆教堂，尤其是以拆十字架为主。那么他尽可能的要保持
党对全民的控制，就他觉得啊，你得相信共产党，你得相信习主席，是不是？哎，你不能，老去信教，尤其是这种地下教会，就是他不承认的，是不是？他要求你去，就算你信教，是不是？你去信这个三自教会的，就是受到这个共军制约的，你包括主教都是由他们选拔的，对吧？哎，他得认可，对不对？党同意你当主教，你才能当主教。所以呢，中国的这个基督徒，尤其是地下教会派生出来的这些新的教徒，他们往往有自己的追求。你不管他信的是什么，有很多人他在曲解圣经，就他们理解的啊，因为他文化程度的问题，对吧？中国相对来说，农村的这种基督教教堂很多，他还不太像家庭教会，就新教有家庭教会。那么天主教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农民自己提供的一间大棚，是吧？一间大屋子，完了以后大家蹲在那儿，是吧？由一个信众，就比较年长的或者说有一定知识宗教知识的信众，给他们讲宗教故事啊。这种教会在农村相当的多，中国人很多人不信教的没拿他们当回事儿，除了政府要监督啊，或者说监控啊，或者说管理啊，要怎么样怎么样，大多数农民就不信教的人，在他们眼里，哎，这东西跟搞传销的差不多，知道吧？哎，没人正经的拿他当回事儿。所以呢，中国的这个地下教会它现在两极分化，城市的热热闹闹跟各级政府在对抗的，你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些教民上传的视频，是吧？政府又在迫害他们了，啊，确实，主要现在反映在什么呢？拆这个教堂，尤其是教堂上面挂着的这个十字架，是吧？但是农村呢，它不是这个情况，农村的教徒很多，现在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它主要是在做这个说服动员的工作。而他不太容易改变你的宗教信仰啊，他只是想把你拉回政府能够监管的这种三自教会的这个轨道上来。这个东西呢，下面可能会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你要知道，基督教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它的影响目前是最大的，就少数民族的信仰，你说你被控制或者说管理，或者说你被这个压制在世界范围内啊，他就是说你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尊重，他主要是反映在这个层面上。那么基督教就不一样了，基督教目前是这个社会比较主流的一个信仰，你不管他信仰什么，多数情况下呢，宗教信仰的问题，尤其是信仰基督教，在全球范围内各个主要国家，他一般来说他都是支持你的啊，都是支持你的，你有什么呼声你也容易传遍全球，是吧？他不像小规模的这些宗教啊，有一些中国有一些比较小众的宗教，那就没办法算了，就地方政府可能各级政府都不太管他们。你比如说像东北有很多人信什么呢？他信这种原始的萨满教，就你说信这个山神、树神、什么兽神啊，什么什么猛虎啊，这都还好一点的。有的人还信蟒蛇，对吧？家蛇，或者说黄鼠狼啊，就信大仙的，对吧？信什么的都有。他东北很多人，他就我们说他比较迷信啊，就是说他信的比较松散，你根本就搞不清楚一个村子，比如说43家。他极有可能信20个东西，是不是？你他一个村他都统一不了啊，是不是？你说别村干部了，你谁来都没用，对不对？他家里这么多年他就信这个，是不是？你让他改不可能，好几代了，是吧？有的可能说闯关东的时候到现在可能7、8代十几代人了，他就信这个东西，你说你让他改不信大蟒蛇，改去信公鸡，对不对？他不一定听你的，这个政府一般没眼看，他没眼管你，没心思管你。所以呢，这个还好一点，这种原始宗教其实跟道教一样，它在中国的这个信众相当相当多。
未来主要的热点还是将集中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这个藏传佛教上，就这三个目前是声名久远的中国被迫害的宗教异议分子，靠这个吃饭的，靠这个混饭辙混名声的相当相当的多，所以呢，任何人你都阻拦不了他。真正的信众，不管是信仰什么宗教，只要他是虔诚的相信某一种宗教，我们觉得这种人，他最起码值得敬佩，是吧？因为你确实相信你所崇拜的东西，对不对？有些人不是。中国我们能看到的真正的信徒不多，西藏有，更多的是想去旅游的，是吧？去看那种蓝蓝的天。你说他信仰西藏的这种本土的宗教，他能分得清什么叫本教，什么叫藏传佛教吗？那你跟他说密宗，是吧？哎，修欢喜禅，哎，这东西他懂，不用你教，他早就懂，知道吧？没去西藏之前他就懂。中国信仰伊斯兰的，信仰穆斯林的这个伊斯兰有多少分类？有人知道吗？很少，对不对？新疆的那都属于没文化的，懂吗？就他们信的都是什叶派的，对不对？他主体的信众是什叶派的。那么他信什么呢？信原教旨主义的，甚至去国外参加过培训班的，回来再传教的。他主要的问题在这儿。内地的回教或者说散干的回教，他信什么？他信苏菲派，他搞的是四大门派。天主教、东正教还好一点，中国的新教、基督教、新教教派，你就是换个正宗的牧师来考察五年，他也不一定能分得清。就中国现在各个流派加在一起，你真分不清，没办法分清，对不对？他信的有可能是全世界都没有了，到他这儿他就变化了，他自我进化了，是吧？中国比较擅长干这个东西，那洪秀全原来就干过，现在还有人在干，不是一个两个。所以压制宗教的问题呢，它同时有双重的，一个是政府在压制，第二个呢，教会自己也想管理。每一个宗教它都不是独立的或者说孤立的，它内部也乱着呢，是吧？你如果说外部世界不去打压伊斯兰教，它自己就把自己杀得差不多了，因为你外部世界你在与他抗衡，所以他短时间内他统一了，统一了就一致对外，等你外部世界的压力要是解除了，他自己就能把自己砍个半死啊。所以呢，中国目前我们看到的除了政府在抑制宗教以外，还有一些是被他们自己搞坏的，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甚至伊斯兰教都存在这个问题。藏传佛教因为它玩的人比较小，它是一个小众的这么一种宗教，所以大多数人还没有搞清楚它内部的问题，暂时你分不清。很多人可能连达赖和这个西藏独立政府、西藏这个行政政府都分不清，他们其实是两种声音，不是很一致。好了，基本上法轮功它不是宗教啊，那点东西，那东西就跟白莲教差不多，知道吧？它基本上，你看它1000年前就出现了，那么它从这个出现开始，它第一件事就是治病，是不是？它免费的给你治病，它告诉你信我这个东西，你能得到救赎。完了之后呢，确实有人真的比较相信，他的意志力比较强，他靠这个意念就自我救赎了，或者说自我催眠了，有些病他就自愈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变成一种宗教，可以救人的宗教，
那么传播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他就开始搞钱了，对吧？让信众去奉献家产，来扩大他们的信众，提升领导人的享乐，是吧？哎，那一样的，都是这个程序。等到他狂妄到自己觉得可以夺取政权了，他就开始造反，是不是？你元末他其实元末的起义，他就是白莲教大起义，懂不懂？他最终你看他获得了江山以后，叫什么？你再说朱元璋是明教的传人，是不是？是白莲教起义中的一个小兵，你敢说吗？所以呢，法轮功这种东西呢，你不要去拿它当回事儿，它就自生自灭了。啊，你要真拿它当回事儿，你拿它当一个对等的，或者说政府也好，中央集权也好，拿它当一个对手，你反而是一种对它的一种帮助，无视它。其实这是最正确的一种对待方法。你不管在哪儿，我既不说你好，也不说你坏，是不是？哎，你说你信仰这个真善美也好，真善人也好，那是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对不对？随便信仰，你信仰能干什么？治病我又没得绝症，对不对？我能找到中医，我能找到西医，我不需要你。那暂时啊，我们不把话说死，是不是？暂时我不需要你。你说反对，我反对你有用吗？对不对？我又不是共产党，反对你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我敬而远之，总可以吧？这就了了，对不对？大多数情况下，不要去跟这些教徒去发生争执，他有可能有些人是真的信，对不对？如果说他真的信一种宗教，包括信仰法轮功，对他自己没有伤害，是不是？对你也没有伤害，你管他干啥呢？对不对？隔壁老王，他家生俩儿子，他家生八个儿子，也轮不着你管啊，对不对？起名用得着你吗？是不是？用不着你，是吧？你不用管他。好了，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到此为止，这一个系列基本上结束了。因为有一些朋友老是问这个，怎么样能够离开中国？那么有一些人问的过程中呢，我发现好像他们并没有想清楚到底是不是应该离开，或者说他们有没有能力离开。他们有一些人甚至对外部世界几乎是两眼一抹黑，就觉得出了国就民主自由了，就有很多人他对国外的生活他并不了解。那么我呢，因为只来过老挝和这个泰国，就我只能从我自身的一些感受上来说一说，如果你真的要想走，你应该怎么做，是吧？你出来转一圈，完了之后再回去，那就犯不着了，是吧？既浪费钱，而且呢也挺丢面子的。就我觉得应该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提供一些建议。基督教在香港不存在这些问题，现在没有什么空间不空间的问题，我告诉你。政府呢，他在打压各式各样的这种宗教啊，其实他觉得你相信共产党，跟党走，是吧？这是最好。那么在任何一个地区，你别说香港了，你包括在内地，其实你也有安全的空间，对吧？就尤其是基督教的这种新教教徒来说，根本不需要去担心那么多，没必要。他不是说非得把你掐死，非得让你修改你的宗教信仰，目前还没有到这一步。信仰基督教目前是最保险的，或者说未来啊，就是政府在打压的过程中相对来说还是最保险的，其他几种宗教更麻烦，是吧？我觉得挺安全。那明天开始我们聊一聊这个踏出国门这个话题，尤其是他的准备工作。其实你个人在社会中的这种自我定位，这是最重要的，决定你走不走主要是源于这一条。我是旅游签啊，我是旅游签，他这边很简单，旅游签、商务签、工作签，是吧？他一步一步来的，啊，很简单。他这泰国，他目前因为他跟中国不接壤，是吧？他跟中国不接壤，他没什么特别大的压力，目前还好一点。
周边跟中国接壤的国家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收紧了，各个国家的这个态度不一样，正在发生变化。很难拿到工作签啊，对，养老签没问题，我50岁以上，啊，这个我肯定达标了。好了，行，明天再聊，再见。